我给大伙儿讲食谱，讲那走路动作什么的，我说那都靠谱吗？那是真的，我每天都是这样，我都不吃早饭，然后如果在剧组拍戏的话，我就是早上一个鸡蛋，然后一袋奶，还真是这样。中午呢？中午如果在剧组的话，我就吃盒饭，但是不吃米。不吃米？有当初谁跟我说过，说这个鲁豫减肥的时候，一天一顿饭吃7粒米。我后来见着他，我还问我，哎，听说你不吃饭是吗？他直瞪我，谁说不吃饭？对，其实我觉得跟个人体质还有遗传有关系，就是我父母都不是胖子，所以我不太会胖。当然，如果狂吃也能吃成这样。吃成哪样？这噔噔噔。我们孩子这身材。哎，你别把你跳过去，噔噔噔。我还占俩名额，你知道吗？噔噔噔啊！太不讲究了，一直让我站着。站累了是吧？对、啊。其实我们好多嘉宾来了。特别愿意跟人站着，站着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坐下就得我问你什么说什么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是要演一部。来，我们坐着聊好吧。